怎么坐在这里啊？等你啊。才半日不见就想我了？半日不到你不想我吗？我都想带着你上朝。你不怕朝臣笑话你？我怕他们会嫉妒我。去了三寺见着母亲，身子可还好？母亲挺好，陪她吃了顿斋饭，还聊了许多小时候的趣事。我的阿武小时候一定更招人喜欢。你和母亲的口吻一样，母亲说说什么？母亲说不知日后她的外孙女是否会如我一样。可我却想，如果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小娃娃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我倒是更希望那个小娃娃能够跟你一模一样。过几日，我会在生辰宴上告诉他，一个连接我与他的小生命正在我腹中孕育。我想，那会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